各位大家好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占用大家一下时间，因为我早上蛮有，就是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赶，自己赶自己的 project， 赶到最后就还是决定要来，想要早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project， 然后结果我不小心睡过头了，所以我早上没有报告。然后因为刚刚听到就是主持人讲说可以有空缺可以马上上来报名，然后我就立马报名。那我们目前在做的专案有一个就是业余时，就是用业余的时间做的专案叫做“活一活一哭吗？还还你手”，然后这个周名就是“吼吼熊爱卫生”。那大家有在这个立法院周边待过好几天的这些朋友，应该都知道就是“吼吼熊”的这个由来，就是日本的乡民们就是看到台湾人、台湾学生还有台湾的这些乡民在立法院外面就是做捍卫民主，然后脱尾服帽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们就用空耳的方式去听那个台湾人在喊的这些口号，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就是把他们听到的这东西就变成他们自己的台词，然后用他们的台词的方式来像支持台湾的乡民这样，所以活一活一哭嘛就是退回服帽的意思，然后嗨嗨一首就是捍卫民主。那这个 project。我们就从头一回库马就是这个熊的这个概念来发想，那因为我们自己做游戏，然后在整个立法院事件发生的那一整个礼拜，就是最关键的要开始的那一个礼拜，从17号、18号到23、24号这段时间，我们几个都在国外参加那个 Game Developer Conference， 就是都在美国旧金山，然后就想说，那我们带回来之后能做什么事情？所以其实我们发起这个专案，回台湾发起这个专案的时候，已经有一点时效有过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，就是是一个要公民不断关心这个议题的这个精神，想要继续把它延续下去。那我们就觉得说，那虽然说现在立法院已经退场，但是这个专案我们还是想继续发布出来给大家知道。那目前其实有我们在开发上遇到一点小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其中一个提案者是他本身是做游戏企划，那他自己只会用一些编辑器来做。就是游戏内容。那我们其他几个伙伴们，其实都是写非 JavaScript 的程式语言。然后结果就是，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变成是，我们自己有其他事情要忙，然后我们又不太会 JavaScript。结果他只好自己用他的编辑器做了一个版本，然后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很粗浅的 JavaScript 做另外一个版本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版本 fork 出来。那这个是那个设计者，就是原始设计者自己用编辑器做的版本，然后就是目前可以看起来就是有一堆熊在地上走来走去，然后你要做的事情是这样。咦，有声音吗？现在就是你有一只主角熊，他会拿着向日葵在街道上走来走去，然后有很多路人，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用吼叫的方式去吸引同伴。对，然后把他们带去主位镇。然后你看路上有一只那个黑白熊，邪恶的黑白熊，就是他会用其他的方式吼叫，然后你的那个。你找到队友就会被那黑白熊带走。对，然后就是带熊去主会阵，他就会讲嗨嗨你手，就是他会民主。然后你大家应该看到刚刚有个神秘的生物在画面上横向跑过去，那就是一只马鹿。然后这只马鹿在路过的时候就会喊低调一逼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想到的一些方式是说，就是。然后你被马路撞到，你就会一直转，你就不能动了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想说，把这些熊的基本的外观的那个轮廓可以开放出来，然后就可以让大家自己去画自己熊的造型。所以你看现在画面上很多熊的造型，那有越多人画，这个画面上就有越多熊不同熊的造型，然后象征就是说你好像有更多人，然后更多样的人来支持这个活动。
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个 fork 的版本里面也有做就是台词的部分，到最后想办法把这两版本就是重新 merge 起来了。对，不过就是这边还有就是台词的部分，然后就是不同的小会讲不同的台词这样。那大家可以想说自己要留下什么样的话，那可以把它放到游戏里面。那目前就是这两个 fork 版本的进度大概就是长这样子。那之后还有就是要把这个游戏更完整化，比如说有完整的游戏流程，然后可能做成在手机上也可以玩，然后在网页上开起来也可以玩的程度。然后有一个比如说类似像累积的排行榜，大家可以去接关，直接积分的感觉。那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个 hack pad， 不过这 hack pad 之前因为其实我们不太会用这个。用这 hack pad 来宣传，所以其实之前贴在 GDV 的那个后勤中心，虽然有蛮多人看到，但是我们不太会 organize 这件事情。那总之我们后来就想办法先开了一个网址比较简单的 Tumblr， 那这 Tumblr 就是目前充当游戏官网，然后现在只有两则讯息。那如果有兴趣的，就是可以关注这个 Tumblr， 就 horekuma， 然后 tumblr.com， 然后我们如果有什么新 update 的话，就是。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，然后如果有想要参与我们专案的话，或是你想要单纯的把 resource 跟我们既有的 JavaScript code fork 出去的话，你就直接到我们的，就这边有个 link， 然后就直接到里面找相关的repository 的 link 或是 resource 的 link， 那你就可以自己把这些素材跟既有的资源拿去用。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，从这个活动里面收集到，比如说很多熊的这些素材啊。是可以开放出来，大家可以用。像刚那个跑过去的马路你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做其他的生物这样。对，然后可能可以用帮忙画不同的颜色之类的，反正就是希望有一种靠收型的方式来来执行这个专案。对，好，那就不要再听大 V 下去，那请大家